唱歌吗？就是我唱歌其实从小就蛮受打击，但是我还是蛮想让毛老师听一听我到底找不找得到 key， 因为声乐老师老是说我这个人唱歌永远找不到 key。 好，来吧，那么机会难得，那么开始您可爱的舞台吧。这买种该种，我要生种对他。两个不甜不甜，结婚跟他归家。生肖的冷风，不准吹坏他。他那样样颜色花样的我说法，天天生意飘飘，生意默默进来吧。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？哦，棒棒棒！好，毛老师准备的很充分，然后确实很快乐。就是唱有没有调，反正不重要。对于这个表演来说，因为你连前奏都跟着唱了。一般唱歌的时候是前奏，我们一般都交给乐器来唱，然后自己一般都唱歌的部分。但你表演的非常完整，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，谢谢你，王丽娜。